我听说你还了穆迪一半啊？啊，这不刚清静两天吗？他再来，我公司都黄了。哎，我说我一主意，你看行不行啊？能让我见着他，也能让他给你挣钱。什么主意？我觉得你可以把公司的股权转给他一部分，让他放心。 什么破主意！我把股权给他，你疯了你？你知道我小人物是多股权，值多少钱吗？我白给他？哎呀，不是白给他，又不会黑你钱，就是暂时过给他一部分。你说啊，等你还完了他钱，再给你转过来不就得了吗？那我图什么呀？图你们可以资源互补啊，反正他也得跟着你吧。那还不如让他借着你好好吹唢呐。你接着他呢，好好开发新业务挣钱，我这边也能把他留在这，这不三赢吗？ 你是想借我的手把他人拴住，然后你再趁势进攻把他心拴住？怎么说的这么怪？你就说是不是也帮你吧？哎呀，真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本事，在他逼我还完钱之前把人姑娘追到手，可别最后鸡飞蛋打了。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怎么样？ 我想想吧。哎，你能别老跟踪我？ 我听说你跟老六他们闹掰了，不喜欢那乐队是吧？没事儿，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乐队，参加过音乐节，你应该会喜欢。你让他们都滚远点！去文文，我告诉你，这帮人就是一帮臭流氓，他们根本就不懂音乐，他们是在侮辱音乐。还有你。 你少跟这些人啰嗦，自己被人卖了都不知道，长点心吧。原来他和六哥闹翻，是为了我呀。